大家好，现在此时此刻是美国时间4月13号的晚上10点，也就是国内时间4月14号，也就是我的生日4月14号的下午1点。嗯，等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将会是美国时间的4月14号。啊，那么今天。按照美国时间应该是明天，但是按照国内时间就是今天，啊，我24岁生日，那么在这特殊的一天，其实也没什么特殊的，但是呢，我觉得 we need to talk， 我们谈一谈话，具体要谈什么呢？其实我也没有拟稿子，但是呢，其实我还是拟了稿子的，我但是也不是稿子，就是我。想对大家说的一些话啊，首先感谢上帝，上帝永远是第一位，感谢生我养我的父母啊，感谢我的妈妈，感谢我的家里人，还有你们的支持。在过去是2017年开始做这个事情的，2017年开始做自媒体的，现在已经4年了。时间真的是在飞一样。OK， 第一个信息呢，我在刚才其实已经说过了，那其实是最重要的信息。第二个信息，经过过去这些年的经历啊，有些经历我是不会说的，有些很沉重的经历我是不会说的，但是有些经历呢，我是会说的。但是呢，具体是什么呢，我也不一定会说。不过呢，呵呵，告诉我的消息就是我永远是开心的，我永远是 happy。 你看我现在我很开心坐在这里跟大家讲述很多事情，对，没有不开心。你们可能觉得我是喝了假酒或者真酒，或者就是觉得我很多地方，你懂得，觉得我是啊猿辅导，但是我每天都是开心的，这很重要。为什么我每天都是开心的？因为我永远每天都会变得更开心。我物质生活上发生的事情只会让我变得正常开心或者更开心。我打球打成什么样了，我不会不开心，我一定是开心的。我打的一般我会开心，我打的发挥的没那么好我会开心，我打的要是特别好的话我会特别开心，我一定是开心的。我希望大家也是一定是开心的。愤怒和发火是无能的表现，那个四个字叫无能狂怒，但是我是 happy 的，我是开心的，我是幸福的，这是一个大拇指的状态。我希望你们也是这样。对，尤其是打球啊，就是一个游戏，打游戏啊，或者你跟朋友之间，很多事情没关系。当我赢的时候，我就成功了，就哈哈。对，当我赢的时候我就成功了，所以我会很开心。当我输的时候我就学习了，所以我也会很开心。所以真正意义上我就不会输，我也不会伤心，一定是开心的。因为这就是一个游戏，这个局啊，不一定非得是篮球啊， It's a game， 就是一个 game。篮球只是生活的缩影，小缩影。我们可以从篮球比赛中，这个叫做篮球的游戏中，看到很多生活的点点滴滴，但是生活远大于篮球。篮球不是生活，篮球是生活的一部分。啊，篮球教会了我很多内容，很多东西。但是逐渐你会意识到，篮球小于生活，生活有更多的东西，比如说你身边的人。因为我觉得你懂得，
我们过去经常会发一些篮球教学视频，胡好喝假酒视频。当然呢，我在那些视频中，其实每一个视频我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为大家带来一些宝贵的消息，可能我说话是带着密码的，但是真正懂的人他一定是会懂的，真正懂的人也不用多说。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啊，告诉我说，这个你做的事情，只要有一个人能被打动，只要有一个人正八经的觉得他被帮助到了，那这就足够了。但是我相信这不只是一个人，这是很多人，可能百分比并没有那么多，但这是一个团体，一个团体握在一起是有力量的。也许很多人了解但也没有那么了解，但是他心里的某一个小火苗在燃烧，没关系。对，我今天说我是24岁生日，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嘛。时间这个东西它存在也不存在，但是很多东西它有更深的层面。时间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概念，时间只是概念，很多东西它是平行存在的。现在呢，我们来讲一下接下来的话题，那就是我过去几年以来我的朋友 Josh 经常跟我提到的 Ego。 什么是 Ego？ 自我价值感，自我存在感。世俗在某种意义上给这个词的定义可以翻解为自私，你做很多事情的动力。但是呢，它在某种意义上也并不是自私。 Ego 的反义词在某种意义上是 joy， 是快乐。 Ego 是你会想到很多外在的因素，想到别人怎么看我，所以你去做某些事情。而 joy 真正的快乐是不管别人怎么想，不管任何外在因素，你都会去做的那些事情，那是真爱。那么我们换一个词来解释 ego 和 joy， 去解释自我价值感和纯快乐，假我和真我。一个存在是假我，一个存在是真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假我 ego 由他人眼光和事情结果所决定，真我 joy 由信念和价值观所决定。假我由他人眼光和事情结果所决定，真我由信念和价值观所决定。假我是自我存在感，自我价值感，真我是快乐，是爱，是 love。 真正的爱是什么？是无条件的爱。比如说我们最初作为小孩去打球的时候，我们想的就是开心，就是快乐，就是爱，就是爽。但是逐渐长大了以后呢，你会有什么身边的人眼光话语，再往后有些人做的更多了，会涉及到名和利。那么这些东西涉及到的越多，你最原本的纯粹就会越偏离，你的 ego 你的假我就会占的占比就会更多。但是篮球它真正它本身的样子是纯爱，就是我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了让任何人觉得我怎么怎么样，或者我能因此而获得任何外在因素、外在获利，没有这些东西，没人看，我也会去做这个事情。然后相反，那些你们很多人会，绝大多数人，包括我，
所有人几乎都会去想的那些东西，它是一个附属品。就包括很多人讲曼巴精神，讲求胜欲，讲那种必胜的那种信念啊，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把胜负观看得有多重，输了就不行，一定得赢，就这种观念我也有，我过去也有，但实际上这个东西跟我们现在讲的纯爱是不一样的，就跟我们讲的快乐一样，你输了难道你就不开心吗？你只有赢了才开心吗？你小的时候，你刚刚接触篮球的时候，我刚刚接触篮球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打篮球我就已经赢了，我就已经非常开心了，这就是上天给我的礼物。小孩有30分钟课间去玩游戏，他不会去想那么多，他就会想，哇，这30分钟太爽了，这是原本应该有的样子。这也是我过去这2年在逐渐找回自己的碎片，找回自己的枝枝蔓蔓，找回自己的点点滴滴。但这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且当你真正的放弃了那些，抛弃了那些世俗追求执着的那些想法里头，你打球打得会更好，因为你没有期待值。当然我们也是必然会有期待值的，虽然我这个话说得很相悖，但这是存在的，你得掌握那个度。我必然会有怨妇，我必然会有假我，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社会上，生活在这世界上的人，都会有ego，都会有自我价值感。我过去我的朋友赵是跟我说，你要去压缩这个东西，你要去打磨这个东西，你要去彻底抹消你的假我。但后来我发现他做不到，我一定是有缺陷的。我可以做的是把我的 ego， 把我的自我存在感，把我的假我，把我的虚荣心去缩小，去压缩，但我知道它永远是我的一部分。但是我会把我的真我，我的爱，我对有些人和事那种无条件的爱，我一定会去做那种，就不管怎么样，不管你们都是假的，你们都，我不信任你们，就算我不信任你们，我也信任你们。就算有些人他不爱我，但是我也去爱你们，我也去爱所有人，因为这样我自己会感到开心。因为我过去几年，有的时候打球，我会适应有一个摄像头跟着我去打很多野球场或者打正规比赛，但是逐渐的有一天你会觉得，哎，有的时候我发现镜头没了，然后我就不想打球了，我就不想打这个局了。那你真的觉得这种想法是健康的吗？答案是不是。所以后来你们会发现我的频道上有的时候去野球场打的这个视频会减少，因为我在这个阶段再找回那个真我，就是纯粹的那种快乐。我不发视频，我不通过这个事情得到什么，我也，我就是自己愿意去打。然后接下来你的所谓的外在获利是一种 cherry on the top， 你就算是赢球也好，还是别人对你的赞许也好，还是你后来的一些附加的产品也好，那属于附属品，那属于附加品，那属于副产品。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爱啊。
比如说我的假我， ego 它是去追求某个东西，所以才去做某件事情，他会去为了达到 A 所以去做 B， 结果呢是可能得到 A， 可能得到 A， 但是真我真爱是我为了去做 A， 所以我就做 A， 我不会想 B C D E F G， 我是很纯粹的，我是很单纯，我就是直接我就做这个事情，我为做它而做它，我为打球而打球，包括我现在拍视频，我是真的是愿意去拍视频，因为我觉得我为大家带来一些我所得到的这些经验，我开心，我哪怕因为这个视频我让一个人觉得有所帮助了，我也觉得开心，而且我不求回报，但是结果一般情况下这样你做真我的结果就是为达到 A 而去做 A， 结果是你会得到 B C D E F G， 而且这其实就是一个规律，很多时候打球带给我们的知识，我们这个社会经常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想做什么事情，你就一定要特别努力，别人有多努力，你就得比所有人努力十倍、二十倍，你要去有变态的工作精神。别人工作练球练两个小时，你恨不得就要去练六个小时、八个小时，但是逐渐你会发现，这并不聪明，这并不是真理。你一定要去努力，没有错。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到一个道理，就是在某些事情上，你不可求，神是我们的牧羊人。有些事情，你越努力，这个事情本身它就变得越难。就比如说我们打球，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我要得分，我要场均二十分、三十分，这是一个执着心，这是一个目标。你能不能因为你有这个执着心，你努力去达到这个目标？可以啊。但是你要长期的把它变成一个完全属于你的东西。当我真正做到那个我能场均二十分、三十分的球员的时候，我的心已经不在那儿了。因为那属于一个很额外的东西。当我真正拿二十分、三十分的时候，我想的不是拿二十分、三十分，我想的是赢球，我想的是享受篮球比赛带给我的这一切，去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你越努力，越去玩命去尝试去得到某些东西，那个东西它就不会去找你。所以逐渐你会发现，篮球比赛你要让比赛去找你， Let the game come to you。 有的时候啊，前提是我都有做充分的准备，我都有训练，我对吧，我没有期待值，我就是抱着一个篮球爱好者的心态，我去玩去了，我就觉得开心，我也不要求自己去怎么怎么样，我去享受这一切，I play for fun， 我为快乐而打，我为爱而打。结果就是不知不觉我拿了三十分、四十分，不知不觉我拿了五十分。比赛会去奖励那个除了比赛本身以外不需要任何其他奖励的球员。这句话你们可以反复播两句去理解它，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有一点绕啊。比赛会奖励那个除了比赛本身以外不需要任何其他奖励的球员。这个反义词就是拔苗助长，欲速则不达。再说的白一点就是纯粹一些，我打比赛就是为了比赛本身，我打篮球就是为了篮球本身。为什么打篮球本身？因为我爱这件事情，这就是最基本的原因。其他后来
加来的那些附属品都不是最原先的那些东西。这个东西也许有些人能懂，有些人不懂，也许我现在跟你们说的时候好像，对吧，好像很简单，因为说实话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但是呢，尽管我现在跟你们说出来以后，有些时候你到球场上真正做出来的就是另一套。因为我们过去经常说篮球比赛它是一个能够建立品质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后来你发现它并不是建立品质，它是在揭露品质。为什么？因为篮球场上很多事情它是瞬息万变的，很多事情它在零点几秒发生了，好的不好的，一个人最真实的反应，啪，不高兴，骂队友，踢东西，砸球，这是存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人类。你会发现，胡好，你过去几年拍很多视频，经常说，哎，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但是我之所以后来我开始讲说人类，我把这个词儿引进到我的视频里，你们可能觉得是梗，但是我是有它的原因的。所有我在球场上爆出的恶劣的品行、善良的品行、优质的品行、糟糕的品行，那些行为所有其他人都会有，所有你经历过的一些心态，无论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任何其他人，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的队友都有，区别在什么？或多或少。所以这是人类的共性，篮球在揭露我们的共性。然后逐渐我会发现，哦，有正能量，有负能量。我们又回到了刚才说的自我存在感、ego、自我价值感、挫败感，或者有的时候我开心，我有那种骄傲、自大，然后逐渐就变成了固执、膨胀。你的正能量能够被正面使用，也可以被负面使用，你的负能量可以被正面使用，也可以被负面使用。后来你发现负能量就是 ego， 就是自我存在感，你没法屏蔽，你必然会有。只要你是一个人类，我是一个人，在座的观众你们也是人，你就必然会有负能量。你不可能说永远不会去发火，或者永远不会去让你心里在某一个程度上别扭、有坎儿，但是你可以压缩它，你可以控制它，你可以使用它，但关键是别让它使用你。正能量一样的，有的时候打球打得开心了，过于开心，某种意义上它就会被负面使用。你进了好几个球，越打越嗨，你觉得自己太厉害了，然后就骄傲了，就自信了，然后就膨胀，就固执了，然后就开始转回来，表现会有所损失，然后会有更多的负能量。这是一个规律，我们能够做的是把我们的情绪和能量还有调整在中庸状态。然后回到我们今天刚才讲的，无论如何我都是快乐，你要让自己去快乐。快乐不代表说你就得去飘，你就得去觉得自己怎么样，你就得去膨胀，不是这样的。任何膨胀带来的快乐，或者说你愤怒，你去践踏他人得到的这种快乐，它都是一种毒品。它是这种快乐是短暂的，真正的快乐是长乐，是幸福，是你最早，你作为一个篮球爱好者，纯爱好者，拿起篮球，投篮，刷网，
运球那种感觉，极其纯粹。所以这也是我想说的一个话，就是篮球爱好者这个词，很多人说胡豪，你觉得你打篮球是个什么水平？你怎么去定义你自己？人类打球者，篮球爱好者，真正的最高级别的篮球运动员，乔丹、科比，他们在是一个篮球运动员的前提下，他们是爱这件事情的，他们是篮球爱好者。如果任何时候你打篮球你感受不到那份爱，那种喜悦，那种享受的话，那就已经偏离主题了。所以我对我的自己的定义就是爱好者。我对乔丹的定义，他是一个打球打得非常好的篮球爱好者。对，我最早以前我听到这么一种说法的时候，我说那胡豪，你就是个爱好者。我可能还有一些就是自我存在感在那儿作祟，觉得我怎么就是一个爱好者呀，我练这么多。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他说的没错，我就是爱好者，我就是个零，我什么都是不是，我什么都是。但是前提是我是爱这个东西，爱这种能量，它能够让我真正的感觉到我是活着的。然而圣经讲，上帝是爱。我觉得今天我们讲的其实已经很多了，多说呢，其实我单纯的对着一个干巴巴对着一个镜头去讲，其实也是有难度的啊。不过我是诚心的，真心的，发自自己的内心，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视频有所启发，或者有所找回那个原本的自我。